碱性离子水，水分子很细，非常适合小孩子或老人，帮助吸收排出体外，不容易生病。当然对生病的人帮助更大，促进血液循环和精神代谢。最后我想呼吁大家重视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身体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做任何的事情的前提。我之后还会提供许多特别的我所经历的故事，假如大家想学习更多喝水的知识和技巧，请按下连接购买我的课程。